沈曼银元一枚全款买北上广一套房。第一枚奉天神造癸卯一两，它是银元中的顶级珍品，为名家所藏。去年北京成轩拍卖，经过激烈的竞争，最终它以4657.5万成交，创下了我国钱币单枚公开拍卖的最高纪录。第二枚张作霖像民国16年50元金币，它的背面为龙凤夫妇图，去年成轩拍卖，成交价为3450万，它也是我国钱币首枚突破3000万大关的钱币。第三枚张作霖像民国15年1元，此枚镜面金柱状态一流，去年成轩拍卖，成交价2599万，它也称为海内外公开拍卖首枚超过2000万的钱币。第四枚光绪年造户部光绪元宝一两，它的镜面底板丝滑，包浆浑厚，去年成轩拍卖，成交价2300万，